采撷。比较长的一些球员来说的话，是对体能跟身体上面的二分的得分呢，在第一节呢即将达标，三分线外，勇士最依靠的射手能力，采撷。哦，金鸡独立后仰跳投，讲话像卡瓦，讲话像卡瓦雷，投篮像千叉的，对，三球都不进哦。转换攻击来了，太杰这样打火锅，你有看过吗？有一定是切进去挑战篮筐，对，但是他却选择在停在中距离的方式做到一个爆抛。洪凯杰很，你也要守得住了，包含底线刚凯杰的那个三分，包含了这样子的一个一对一，所以说他是卡哇伊莱尔，现在你信了吧？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那我要来一个翻盖的笑声吗？哇，你这学的蛮像的、啊。哇，洪凯杰，所以你顺利的往那边站过去了，其实底线就会帮你防守。来看一下篮底下争抢篮板。那这已经是梦想家团队的第五次犯规了，勇士有机会透过两罚中一翻两瞪眼的攻势，哇！结果球被抄走了，勇士队关键的防守，嗯，现在大表已经关了，张忠宪的飞身上来，那只可惜最后决胜期的一个 play 没有守好杰哥，那就是一个他非常好学习的一个经验了。这场比赛我们稍待会。